居。圣诞节的圣诞老公公，要送乖宝宝礼物了。新娘的节日有哪些？复活节、万圣节、感恩节和圣诞节。壮堂哥哥还有糖糖姐姐一起来做运动玩游戏哦！哇，可是音乐木头人应该怎么玩呢？等等，一听到音乐的时候就跟着我们一起做动作。可是音乐一停，我们就要变成什么？木头人。那小朋友都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好，游戏要开始喽！跟着壮堂哥哥一起来变成啄木鸟，东啄啄，西啄啄。音乐停了，变成木头人哦，不可以动了。哇，所以还在动。那现在跟糖糖姐姐一起变成鸵鸟，要跳起舞哦。鸵鸟，哇，它很快，好长。鸵鸟，好快，腿抬起来，变成鸵鸟了。音乐体能不能动喽，现在再跟着焦糖哥哥变成老鹰。哇，变成老鹰！老鹰，飞好高，飞！哇，我要滑翔！飞，老鹰飞！小朋友玩游戏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哦。音乐停了，变成木头人哦！小朋友，音乐木头人好不好玩啊？好玩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就来玩老鹰抓小鸡。我是老鹰，要来抓小鸡啦！我是小鸡，唐姐来抓我。